会，怎么可能？大概出几个？你说那个龙翼啊，零，今天龙刀。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掉过？哦，我昨天那是一直喷的、欸。一直喷，你还会缺、啊？还是缺。哎，大师团看动画要看多久？他应该可以看到你挖完。嗯，这么久吗？大概啊，赶快我们速刷再一只，这样刚好他看完动画，我们直接开扁。最后一个宝玉盘啦、啊，大概要不要下？不用金格子，用金格子那出五颗也是正常。我看一下，该不会真的有金格子的？有嘞，有嘞，我有灭尽龙金格子了。大凯 ，Go！ 哦，你要再打啊？啊，直接把他秒杀！啊，白痴还要看那个动画，两分钟。大概我们两分钟之内把它干掉、哦，你直接最大输出哦，就一直打头，就一直打头。好啊，大概应该每一把都是最大输出，不好说。那我去搞个攻击大好了。嗯，攻击大 OK。想要做壁毒龙的枪啦，壁毒龙或者碎龙，到时候看看，缘分有到就会做出来，或者萌萌小蝶。哎，我掉的有点远啊，大凯你先扁他，先扁他呀。做天地笛子来拔八吗？如果他会拔八拿八的话，我就拿。那个矿很虚，那个矿有什么？哇，空衣中穿起来。碰扁他了吗，大海？嗯，散弹扁头，散弹扁头。我还是要想办法破一下，没破的伤害好低啊。那我先抓他撞墙啊。完了，这位置不好撞。哦，这位置撞不了墙啊！我扁他了，受不了了！打的位置很差，怎么也在打屁股？我也想要打头呀！头变硬喽！黑刺是有办法打掉的。我感觉大凯的散弹应该可以把他锁到死。哦。不去，
在咬啦，我一直在飞啊，受不了头啊，他一咬啊。白痴看完了没啊？哈喽，拔哦！好，可以了，好啊。这准备要打哪一只？大凯来个麻蛋怎么样？没有买啊，现在没有麻蛋了。插入，喂，不怕，可能吧，他回来了，终究还是要回来的。大凯打破他的头，真的，他这一次应该会直接死在这里，死在这个位置绝对两颗。不算了，破头吧，破头吧，大凯破头，破头。破了一个，然后他输了呀。断尾要断也是可以啊，刚刚就断了。哎，有了哎，这不就出了？那我运气这么好的人，出了大凯。哦，这么好啊！你是零是不是？没错，我又挂蛋喽，可怜啊！哎呀，够啊！来吧，想回家做三次，出发出发！先是灭镜龙一次过，不是，我还要再两个。哦，你要挖？再两个太古大古，太古大古竟然去古代去，你跟我说随便挖都有。太古大古不是到处都有吗？我现在古代树想办法。啊，白痴现在是做什么装来着？你昨天不是说你要做一把那啥？没有，我什么都不能做啊。我刚去看了一下，我蛮想做那个冰咒龙。哦，冰咒龙做啊？好帅！那个看起来真的很帅。啊，缺啥？缺很多，我要去卖冰。不是，你只要打一只就掉很多。哎呦，那个看起来就要断。感谢路过的猫。是啊，我现在这样也很帅的。也行了，就砍人养了一点。比较想要做一把武器啊。那你先拿宫廷的出来垫一下。那个宫廷的只有超充棍啊。不是啊，被你骗了。你就去弄一、欸、你还说啊，你就再把它转一下。哎、欸，超充棍是不是可以退货啊？退货还可以退货的，它好像可以退货。好，我来看看它。感谢正太拿铁。
胜败还在挖，看你要不要先来，我们先帮你弄出那把太刀啊。我们快来帮他搞一下。就那个活动任务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样你就不用退货了，出发大凯，直接把他秒杀。你直接再买一把新的。啊，你直接要换一把新的 ，OK 吧？不要不要，我看那个护具。叫大凯做驯龙的装，大凯的驯龙装哦，有什么差？那个之后再处理。啊，大家都做好玩了。玩这个游戏做装做好玩。要去哪里挖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血光结晶。啊！血光结晶？金属啊！血光金属缺一个，然后祭典票缺两张。血光金属商店就有卖了吧？我看一下。気をつけな。血光金属是哪里来的？走走。往那边。嘿、hey, ，聊天室血光金属，搜寻。我记得商店就有卖了。光金属听起来很厉害。动土随便敲一敲就有了，啊，那很简单啊。过吧，过吧。我还在看动画。够，失败如果挖完了，可以进来吸素材啊。好啊。这个票你就可以再把它升级一阶吧。我觉得宫廷可以升两阶。可是他下一个还没开，下一个还是问号啊。够，那他打死最后那只龙吧。嗯？又是这只动土敲蓝之矿啊？你不是要做这个？大海，我有麻醉球，你的网子可以省着。可以哦。请小港人回归！我爬去。不好打。哎，白痴，你要砍尾巴的话，你记得先飞上去软一下。压刀倒喽！哦，很枪的伤害真的好爽。龙玉，你还没挖到哦。我挖了，我在升，我要龙玉。龙玉。低阶素材。哎呦喂呀！大海来个麻蛋怎么样？我觉得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先抓他撞个墙。可以准备狙击了。这龙眼都还是很软。反正不是越远越痛吗？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没开盘，这个必掉的没什么好开的吧？
撞一次。哦。只能打尾巴咯。哦，大海来个麻蛋。哦，他把你吃掉了，生命大粉尘。现在没打不要。大海都要吃你啊！来，我帮你撒个粉啊。我感觉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抓了？跳来跳去的呢，哎，砰砰叫的嘞，这也没办法，我这把只有蓝闪。被晕啦！他要冲过来啦！不怕不怕！哎！脱衣服我不用了，他已经要死了。迪亚哥，吃枪兵！哎，亚哥不要这么冲动好不好？蓄力炮，我又不是炮枪流的，我也需要蓄力炮。哎，大海可以抓了，网是启用是吧？网我启动，有没有陷阱啊？这边有没有带陷阱？我怎么会带陷阱？没事哦，我不会这么卑鄙哦。那把他打死。那个不掉展位的那个能力叫达人。对，哎，我快上西天了，我要上西天了，还喷喽！他怎么突然变那么凶啊？不是因为多一点吗？没道理啊！哎，我把牙齿打断了，龙击炮！哎呦！哦！全弹流都是把那个龙坑炮插上去，然后一直砰砰的那个吧，有机会可以玩就行了。哎，中到了，可是就没有砍人的这个爽度。这
我这把就已经可以完全淡了。。那样子还要加一个三级，哎，怎么突然要全面了？哎，我好像怪怪的，我没加。哎，突然要全十，哎，很怪很怪很怪。不可能输，这怎么输？我连补品都还没喝。他不可能可以帮我们杀三次的。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。完了，我被你追了，还是？那为什么他突然变这么过动？感觉他刚刚把我干掉。艾伦，哎呦，他是真的跑。哎，傻粉。哇！被甩下去这么痛哦！那肉没吃饭，你也已经死过了。我没吃过饭。啊！哦，太累了！啊，我晕了，我要死了！不是，太累了！亚哥，他没有东西吐喽，他喷不出火水。狙击枪来送他回家喽，来送他上西天喽！爆炸了！哦，怎么还不死啊？怎么可能？哇，你们不是说残血很久？我竟然还断了两次。我觉得他应该残血很久很久了。他怎么看都跟快死了，他不是他变成？而且我要死。他在喘，他很喘，他很累啊。他又生气了，他喷了一个掉落。来了，烟筒放好喽。照你来讲，你要放我，要放我。烟筒集合啊！烟筒集合，烟筒集合啊！在烟筒不会死。真的要死了吗？照理来说，我很累了。他死很多次哎。这么多次吗？开喷！他有可能把我干掉喽。哎，叫你盯！他到底是要死没啊？天哪！我把他打进来了！哎呦！他拼了命，他是不要死了吧？嗯，终于啊！奇怪，太多了吧？有加血的感觉。我觉得他这一只是这个突变种。特化版，特化版。哎，这样咪咪拉奇就要有伤害了。OK 吧 ？OK 了吧？你有这个就有伤害了吧 ？OK 了吧？看，我要是一刀是现在的两倍，我就有大概40%的伤害。嗯，有道理。哎呀，你就会跟我各拿30%。哦，差不多吧。我这一场是打17000啊，你打6900。如果你一刀有两倍，你这场也有个13000嘛，也还不错。哦，有道理耶。也还行。我出两张票，哎，
哎呦，哎、欸，血光结晶，哎，血光金属原来这里就有了。有啊，有啊，他直接给啊。嗯，他给了一个。哇，拿到了。啊，可以来！难道我没拿到？痛扁最后的恐龙了。打完运动，运动喽！起源的孤岛。没有哎，我还缺一个云端。好，那你走出去挖一下。你走那个雪地那一关，走出去随便扛一下就有了。那个四五十趴。补品记得带起来。我有很动土。没错，动土蓝色的矿。可恶，我缺一个龙玉。你缺龙玉哦，直接去换呢、啊。龙玉哪里可以换？炼金那一个。他不是只能换大龙玉吗？小的也小的不行吗？小的有吗？小的我也可以换的，好像看到。不过这个是低阶的东西啊，好像是你要打低等一点的龙。这个你我好像你有吗？我换不了哎、欸。哦，那等等，没有材料可以炼金。你弄个调查任务会喷十几颗啊？这个一场十几颗，是吗？嗯，什么土沙龙、泥鱼龙，敲一敲十几颗。直接撒泡尿。挖到了没？哎，有人在跟踪我。第四期团圆。我都只挖了北约的。我看一下，你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光。血光结晶啊。光。永霜冻土随便挖31趴、欸。要蓝色的呢？他刚挖也只有匪约是死啊，不是，你要蓝色的矿呢？蓝色矿挖也只有匪约是死啊。嗯，那你是很厉害。我已经连续挖了6个。你是非洲酋长。挖到了，挖到了。龙玉，我要龙玉。你要龙玉哦，龙玉打，其实一分钟就可以有了吧？还是你要先打龙玉？那你们倒打。啊，我直接接一个。有龙玉，我现在就会变很强。而且你不是说他怕龙鼠、嗯？你就可以，你那 R 几啊 ？R11吧。那大凯带个陷阱，我们捕获一下嘛。捕获比较容易掉吗？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土沙龙之类有金色的那种。到底是平凡无穷的定存令人吸引，还是一夜致富的海啸令人向往？欢迎收看今天的操盘大对决。什么操盘？不可能操盘。暴鳞龙有没有龙玉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土沙龙跟那个。你们没有啊？我的土沙龙只有银色的，掉的几率比较低。我看啊。土沙龙，我是银色跟铜色哎、欸。
那就接我这个吧。哎呦呦，我捕获土沙龙211斤。它是 M 的吗 ？M 级的不行哦。它是六色的星星。好啊，那就那个，那你接那个。六个橘色星星 ，OK。有宝玉就不会掉龙玉了，是这样啊？鲤鱼龙也可以啊。我没有鲤鱼龙，那就这个吧。来了，两分钟之内解决哦。既然是有金色的，我就来开一个三个龙玉的盘。会不会我一场拿三颗龙玉？我开了，我开了。大凯靠你捕获。网子准备好了，我只有陷阱，用那个网子就可以了。啊，你陷阱，然后丢网子就可以了。我要等师长吗？还是直接过？他还在挖，我们直接过。啊，过啊过啊过！看他要不要进来吸啊？那你直接进来吸素材啊？哦，这把刀好像也蛮帅的。我一个人三颗，记得分我一颗。嗯。你一定会有一颗，这个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有一颗，保底一颗，啊，保底一颗，好啊，哪里？在九号角落，我这里是死路一条，我在右下角，哎，这边哦，在上面，天哪，我跟大凯这里真的是很诡异的地方，从来没来过，荒凉啊，不是啊，这里怎么走啊，哭啊！哎，这里根本不能走啊！走了，你们跑去哪里了？你们该不会在角龙的家吧？我们被丢到一个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地方啊！我用飞的吧，我要飞出去。我也用飞的。哎，这里根本走不出去。算是山洞里面了。这我们应该算是在悬崖了。嗯，边不知道哪里。哎，你们等等，别打太大力。你看了八秒了。他可能只有五六千滴血了。哦。那就扁一扁就可以捕获。大凯不会还在吃饭吧？骚鸟！我们打这只还要吃饭？我已经先吃过了。喂，那你怎么在家里挂机那么久？他在挖，我还挖那个箱子啊。大凯的为人你也不是不懂啊。是啊，那个找不到路啊。找不到路吗？对啊，路不好找啊。你在一开始的家？哦，没有，那好像是狮子。他在右上角。努力耶，好像是狮子还在吃饭，是吧？打这只应该是不用吃。哎，你等等别砍太大力，他真的会死。大力，我尽量小力一点，撞个头就可以准备补路，撞个头砍一轮就可以补。没有伤过，我跟他说。开始拉屎。哎，他已经各种部位破坏了，他要割。那只是身上泥巴掉下来而已、啊。我看他翻后路，他泥巴掉下来就会破坏，是吧？哦，他这是这么高级，他怎么升级啊？没有动他。哎，我直接用捅的。他破个头吧，破个头吧。我觉得他快不行。我这里那是刀不行，黄卡。哦，哎，我感觉不妙。他快死了啊！你骑乘了呀？我先骑乘一下。啊，放弃了。哎，大家停手，大家停手！捕获了吗？再打一轮好了。我觉得差不多吧。过过过过过，啊不行了！出手捕获，开电！哎哎，大凯你！啊，他跑掉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嗯、啊，那大凯还有地洞吗？我还有地洞，我还有地洞。哎、你不把那个收起来，不能放地洞啊！我还会去收，太麻烦了。他好像真的快死了。他真的不行，他刚刚就说已经可以捕获。
谁？我们要是把他杀了，任务会直接失败。任务会直接失败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建议大家手下留情，千万不要再。你是要让他睡觉是不是？他会睡吗？是啊，在等大凯过来给他放那个。我怎么觉得他睡觉会比较好？他要去睡觉，他这个会去睡觉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完了，他跟大凯族打起来了。大凯族打起来。哎、欸，这个大凯族可能会把他杀掉、欸。哎，那赶快把大凯族杀掉。啊，你先把大凯族杀掉。我跟他，我跟他。阿神，阿神，阿神。放地洞，放地洞。哎、欸，引过来，引过来。来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他怎么自己去装的、啊？他现在白痴白痴。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，要拜拜。地洞可以回收吗？地洞啊，回去拿陷阱吧。他不是拿完吗？那是你从里面拿出来的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看 iPhone 在偷东西哦。那我们还有陷阱吗？有啊。那哎、個欸，我满了，我格子满了。大凯拿一下吗？好，那我回去了。可是都随便吧。我也觉得他要睡觉啊，这四段靠很近。他应该是要睡觉了，他应该是要睡了。来了，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把东西丢了。嗯，你应该是踩很多垃圾。我身上垃圾是不得了。你是看到东西就捡？我想说那个是石头啊，我就一直按。着喽。嗯，他睡得很香啊，睡得很香。哦，这我一定抓。大概那个网子准备一下。Hello。不过这个好像没有办法放在水里呢。没错，我把他打醒过来喽。打醒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死。我看一下，我会用。你就小打他一下。好，你 A 他一下吧，我就放这了。我用一等通常弹了。好哦。十二滴。你要过来了，可以教训他。哎，飞机嘛，得是。抓不了，我想可以啊，你要多放几次。哦，有了，有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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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捕获无法剥取，可是会获得更多报酬、嗯。这一定出啊，这必出，这必出，至少三颗嘛。嗯，最少最少也有三颗。那蓝蓝帮输不了，蓝帮定存。三颗呀，爽啊爽啊！啊爽啊爽啊 ！Oh yeah! Oh yeah!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？我好像是零哎、欸，你有头绪吗？怎么我什么都没有啊？不可能吧？我也是零哎、欸，不可能！啊，嗯啊，你们你有吗？白痴几颗？我完全没有掉。我有哎、欸，我两颗哎。对啊，保底也有一颗啊，怎么可能啊？不然你再开一次，这一次我们赶快抓，已经知道怎么抓了。嗯，过过过过。可是我没有金色的。你刚刚那个任务没有金色吗？你可以再接一次啊，那个可以玩很多次。哦，哦金色啊，哎哦、他那只都没有吧？我有啊，我有啊。你有吗？我有。那蓝帮你了吗？我只有一颗啊，我没办法、啊。再开一次，再开一次。等一下、啊。还是我交易船可以开到，交易船没那么，哎、欸，有机会了。那么浓郁是哪个？浓郁可以和比较低阶一点的，你那个武器升上去都不会再用到浓郁，除非你要转龙骨的武器。来吧，开吧，开吧。哎、欸，熔岩龙有没有？熔岩龙有吧？熔岩龙有吗？有啦，而且这只还没打过。来来来，我开这个。你开吗？我开。这一只比较耐打一点的，大家用力打，它应该不太会死。金色的是？金色的。哎、欸，两个金哎、欸，无敌、欸。两个金不可能再不出了，这个再不出，你们真的太屌了。这个必出哎、欸，那你要开几个的牌？我开三个牌。
必出宝。我一个人出三颗。我这个盘是我一个人出三颗，大凯来吧。All in, all in。一个人出三颗哦。那一律建议 all in 很好哎。我觉得不难啊，一个人出三颗能多难？两个金的就必出，然后还两个银的。我刚刚的金怎么是出尾巴？那你真的是很帅。我刚刚东西是超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在前面。这么近啊？嗯。现在是要做什么装？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装。反正他就缺一颗荣誉啊。还哪里？不见了，他刚刚钻在岩浆里面，然后不见了。应该是在这个岩浆区吧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他家应该在这。龙岩龙啊，我这里啊，我这里吧，是我这只吗？王辉，王。对啦，我这只啦，他在岩浆里面、啊，来泡澡、啊。我也来了，三温暖。我好像会被烫死。哇塞，我快被热死了。记得捡个石头呀、啊，我这里面，我捡一下。哦，烫了个爽。这是大家倾尽全力，不是这边完全没有石头哎、欸。他其实也没有。正在做装，这拜他做他那个，哎，白痴是已经做好了是不是？上面怎么还有一只啊？哦，武器吗？对啊，宫廷剑。哎。风道伯来嘞、欸！暴鳞龙哎，这只我没有。风道伯为什么没有 BGM？ 他已经生气了。哎、欸，我这边还有一只火龙哎，这么多、啊。打一下，他们三边打起。跟风会谈。我现在跟外面。他躲掉了。他们要抢地盘。风道伯不会跟人，不会跟这种杂鱼抢地盘。哎，我这里怎么还有暴鳞龙？他不想跟他起争议，给他争到岩浆里。他喷水了，他喷水了。呜！这个也太惨了。糖醋鱼啊！哦，我水属性现在砍他爆砍。大海有几个陷阱啊？两个。那我觉得好像可以放心。放第一个了吧，来放。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、欸。还木有哎、欸。我在抓呢。该再倒一次吗？我很怕把他敲死。风道伯也在旁边。风道伯怎么又回来了？所以说他的时候系统会提示吧？刚刚上一把就提示。上一把我的没有哎、欸，还是开房的才。当初有他，不知道。我没提示。我上一场没有提示。我上一场有。那这场他可能会提示。哇飞啊飞啊，大凯来个麻蛋怎么样？他一直在岩浆里面游泳啊。他要提示你了吗？没有啊，但我觉得他很像快死、嗯、那他应该是还能打。哎、欸，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！你是吗？啊、哦！大家不要再打了！那你怎么在敲他的头啊？我再敲两下。大海的网子丢这么远、嗯？大海，你别放陷阱了！哦，不能这样子啊！太小白痴！我刚刚他电了，我就想说先弄死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不用叫哎、欸，还要再打一下、欸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说提示吗？没有，我这边好像看不到。欸
打起来！这样好像他是快死了，然后两个人打一架。那我们还要救他，还要再打他吗？再小打一下吧。他还能再扛吗？我觉得他可以再扛一下吧。不要用那一招哦！把弓道博把他干掉。你要兜割了是不是？你现在兜割可以兜多少？我也不知道。抓住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你要修来修去，糖醋鱼跳起来嘞！他翻不来，翻不来。我是觉得可以放陷阱。哇！讲哎，两只都生气了哎。大凯，快点！大家先，大家先停手哎、欸！大凯，你这样会弄到那个。该死！啊，修来修去！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有吗？你以为你把他打死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以为把他打死了。你还敢偷打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没打，我以为是你们打死的，我刚刚我是完全没有动手。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动手。苍火龙来了，出了吧？这一定出了。嗯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你那边会出三颗？我这边会出三颗。哦，龙玉是吧？哦，龙玉。你那边太、欸、很怪、欸。我一颗呢。很怪吗、欸我怎么一颗都没有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按你们，按，不可能吧？姐姐，你有出吗？你有出吗？我一颗啊，我一颗、啊。欸、你也出了、嗯、我又两颗哎，怎么办？啊，两场一颗都没出。哎、欸，这个几率是超级超级超级高哎、欸，超级超级超级有够高哦。你两百都是一颗了，我两百都一颗，很猛哎、欸。你真的是超级非洲人哎、欸。我也是这样觉得啊，怎么两百都没出啊？什么情况、啊？来，我们高速、啊、高速、啊，不出不出睡不着吧？嗯，不出不能休息。没道理啊，真的还能不出？真的没道理哎、欸！那个金色的格子一颗是16%哦。哦，那铜色跟银色呢？也有8%跟10%。那还要再说他本身会掉，还是我不要去？然后他身上也会有。我看我不要去啊，留那个打，留那个打。我这样一直我再一直吸两颗，这样不行的。我看你还是去挖矿吧。我看我先不要去好了。嗯，啊怎么都住在我这儿？啊怎么这么奇怪？对啊，怎么都在我这儿？我就只要一个龙玉而已。啊，白痴缺啥？你那个武器在身上就缺啥？你做那个啦，那个达人护士啊，或者降护士之类的吧。我达人护士要做。或者挑战护士啊？你去那边生产的护士啊？不知道他用攻击护士啊？拿什么护士？来啊，够了够了、哦，你根本没有护士啊！对啊，那你去找第一个星城那边有一个道具炼金的那个阿嬷。大凯有带陷阱吗？然后阿嬷会给你护士的。妈给我护士，地洞用完。护士是一个额外的装备啊，装饰品。开场的地方应该有。说那个装饰品炼金那个、啊？不是不是，就那个，反正就是那个阿嬷，那个阿嬷会给你护士的。还有。没有吗？我要讲话，它是道具炼金装饰品炼金带龙。那你去把那个有金叹号的人说一下话看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是在星城还是月城？哎，我就这样。要去第一个、啊，要去第一个。星城哦，星城哦。嗯。啊，龙玉照理来说应该是多到爆。一颗可以卖1000块嘛？全部丢进垃圾，那好像很少。他修来修去，谢谢。现在不差，都差完了。
我 PC 版还有主龙套哎、欸。有个 PC 版。他还有另外一种 PC 版。还有两种版本。这个是后，这是后面才出的。我玩的是十年前的那个。这么老。那个也不错。大海飞啊！飞了。来啊，破防啊！打不好的。哎。你有那个护食就可以一次破防吗？不，没有啊，我还是没有护食，跟这个星辰的阿妈。星辰的阿妈也不给你是不是？哎，有耶，他给我一个防御。对啊，这样你就可以做其他种类的护食了。干得不错。那个一样是那个商人，那个武器商人。他们两个每次会打起来。公道伯就是来主持公道的。哎呦，他怎么不见了？他在岩浆那边游泳。阿川，阿川。感觉他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。三把捏亮了。你用有加攻击的或者加暴击的。他要进去岩浆里面了吗？他要游走喽。大概有几个陷阱？一个。哦，只有一次机会啊，那还是打稳一点。巨龙玉不过其实家里那个箱子也是有啊，我刚刚那麻痹陷阱就在上面。哦，直接拿来用了。我拿一个，只有一个吗？我见很多个。那不行。消极物什么能力啊？哎，大海放吧放吧，我感觉他要死了，别再打了，大家别再打了。嗯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我飞翔爪，我先死嘞。没有抓不到。哎，那你再带一个陷阱过来。他真的要死吗？他真的要死了。不能再打了，剩最后一个陷阱了。不是，艾博已经出来说话了，不能再打了。我大海那个没电过他。大海不知道为什么没抓到。艾博已经在阻止你。好，艾博说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他就要死了。完了，他不会跟苍火龙打起来吧？我是什么专用麻痹球哎、欸？是先麻痹陷阱再麻痹球啊？对。我以为要像大凯一样丢网子。嗯，网子也是可以。哎、欸，快！放在脚下。来了，麻痹丢！抓到你了。被交。毙出了吧。大凯捕获、啊，大凯很会啊。阿白痴做了什么物事？能做那个消毒物啊，那是。提升飞翔爪。哦，那个你又没在用，你做别的。他做跟我一样的，我只能做这个、啊。挑战者行不行？没办法，我刚看了。掉尖锐石或破龙石就可以抓了，是吗？哦，尖锐石不是一定会掉吗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有了吧？哦，不好说哎。该不会？有啊！不可能又没有啊！追加报酬给的、欸，是追加报酬给的、欸。对啊，我就说那个金色一定会出嘛，100%。不是下面那个，是额外那个。哦，下面一个都没有。那下面四个一样一个都没有。啊，你有吗？我有没有、欸？真是奇怪。你也没有。这一场是真奇怪啊。所以你三把哪两个？哦，我三把两个也算是合格吧。嗯，也算是高手、欸。大凯三把几个？乌龙剑超绝影、也是两个吧。那差不多啊，平均两个。
可以，我做好了。龙属性390武器。390比你原本的高吗？我原本那个，你叫我拿宫廷啊，宫廷之后200一啊，而且是白色。啊，试试它的威力啊！最后的龙，引导者之歌。龙属性390，龙风力中。来吧，白痴。真绝一门。真绝一门，是两把颜色不一样的刀吗？两把颜色一样。才是龙属性390。这只还是带点补。一块。武器的那个属性是白色，代表它不会有那个效果，是不是？灰色的就没效果，白色就有了。它白色是有，灰色是没有。灰色你要解放。哦。效果。哎，白痴，你弄那个了没啊？那个力量之爪了没？力量。啊？下面力量之爪。你还没有力量之爪，加9攻击力。就是你把你那个力量护符丢进。箱子里面，然后把它调和。它不是力量护符带在身上就有了？不是，它可以变成力量之爪，然后再带一个力量护符，你就可以带两个，一大一小、啊。你先把它丢进仓库，然后按从清单调和，然后第100项，100或99吧。力量。你调和了吗？调和。从清单调和。然后嘞，100个、哦。99号，第99号力量之爪。这边哦，当然是啊。那我的粉丝怎么问号？他说调和素材。没有素材吗？是吗？而且我的还是显示问号。嗯？你要选仓库调和哎、欸。嗯？嗯？啊，从清单调和不是吗？你没有那个暴玲珑的尖爪、啊。对啊，我记得要先做出来啊。算了，差9攻击力而已，砍一下差4-5滴而已。对啊，差不了。啊，暴击顶多差个100-200而已。你说要做什么护士比较好？痛击啊，做挑战者吧，比较万用。挑战者在哪里？中间那个。我在想要不要做那个破龙护士，也不太好，因为双刀是会一直换属性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们不会固定用一个龙属性。也不是每只都怕龙啊，最好就是挑战者，挑战者加基础攻击力啊，只要怪生气你就加一倍攻击力啊。挑战者到底在哪里、啊？我看一下，他是在上面吗？挑战者强，他挑战，他就叫挑战者吗？他叫挑战护士啊！你看技能有挑战者，红色的，色挑战者，我找一下，比较下面一点了，大概3/4的位置。不可跟。我缺个灭迹龙的宝玉。哎，刚刚你没加入我们了。我有加入，没掉。好、哦，你没掉，那可怜啊。我加入了，没抢掉，没掉。那可怜啊，我一直拿。你一直拿吗？那你是宝玉达人哎、欸嗯，每一场都一直掉。其实这游戏宝玉也不难掉，你打怪正常就有5%。开了吗？来了，啊、吃装好了。缺你啊，小秋啊，你们都吃完饭，补品都补了吗？没错，这是杂鱼、哦，这是杂鱼，这是定义都一次过了。定义应该是每一只龙都可以吃过，他那个 baby 流打法，盾牌举着，盾牌举着，然后在那个龙的胯下一直捅。是啊，在他头的前面一直捅。啊，我看他打那个二段变身是站在胯下一直捅。那一次好像远一点的话，会直接把他打死。哎，奇怪，你怎么一个人拿两个？好奇怪哦，大牌。不是啊，我进来看的时候，那你怎么一个人拿两个阿 Z？ 我不知道啊，奇怪，那是真奇怪。很怪啊，很怪、啊。这边有石头的吗？哎，石头好像在要在家里拿哎、欸。
有啊，旁边有啊，旁边很多啊，旁边全部都是啊。他怎么吼两次啊？不要甩下来，他走不动。哎，我去吃饭了，靠腰了。撞墙了，你刚不是还提醒大家要吃饭？没有啊，我们大家记得用药啊，我们提醒大家吃饭。我要赶快吃饭。哎，完了！不吃饭，被他打到了，那是真的。位置很差，位置很差。杀分喽！这么快？哎，他还没生气。我们还没有装墙啊，地板推一堆石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捡到。哎，这里有、啊。我是傻粉大师，空气墙走一走。刚才我说，哇，大凯那个伤害是不是很爽？爽的啊！但，我操，这。我要被锤啦！呜呼！大难临头各自飞喽，各位！来，他想喽，他是要干掉我。他还是很厉害。不用怕，各位，飞行小港人来了，我即将让他动弹不得。成功吗？没那么快啊，还要再跳一两次。其实他已经喷两个掉落物，他很快不行。滑行，哎，他要锤死你啊，蛮女！我怎么剑切完之后竟然还有伤害啊？不是蛮女，你中那个割裂了，你要蹲下。你不要再动了，你不要再动了。你不蹲降啊？我看你是站着。飞天了！把手伸到地板，兄弟 ，Go！ 小杂鱼，他真的是菜鸡。大凯破个头吗？他已经过去了。哎呦，我要吼下来！完啊！哎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他逃不完，他逃不完。乖乖，用哥阿自救。骑乘术。来，大家用力扁，被骑乘喽。好啊。这里你可以冰挡挡啊，应该他现在就不可以。啊！有裂伤嘞，完了！哎，完了！鳗鱼倒了！哎，被捕到了！哇，这什么招啊？
不会破坏喽。东西都没有，完了。会找插，我怎么在这啊？为什么要插在他的头上？完了，怎么转头了？哎呀！太没神气耶！但是我没有九条了。谢普拉腾吃太多，三个月。他这个也是吃很多哎、欸，该撞一下了吧 ？Go！鳗鱼要被吃喽！哎，鳗鱼他的胯下很安全呐、啊。你是在他尾巴后面啊？胯下，胯下，绝对安全。我看你刚刚说我一起飞出去呢。没有没有，我这场输出打满的，他倒闭了。飞呀、啊！下去。啊！就这，就这啊！收尸喽！他好像是直接接下去的任务哦，他会直接打那个哦。那假设我们现在是打死了，我们要重打这一只吗？如果那一只不幸的那个的话，需要再打一次。哦，这么扯，这连环的网，太古龙骨连出六个。哎、欸，我挖了，他不是只挖四次吗？对，他可以挖六次，好多、哦。你该不会需要太古龙骨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，东西要先捡哦，会直接打哦。我捡好了，捡好了。该磨的刀磨一磨。哎呦！哎呦，还是会出去啊，这还是会出去、啊，我不太确定，应该是会直接打。嗯 ，Master Rick 迈入22哎，我看有人迈入32，我也是22哎，我22嘞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没有哎、欸，直接来嘞。你不是看？为什么是看 JJ 的画面？对啊，为什么看？哦，为什么大看？那当然了、啊，我是主角啊！这绿头发、留胡子仔，天哪，长得是真丑！超爽的，捡到100块嘞！